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OK，我是李老师。今天这一集的话，是刚好是出现在呃期末考前夕哈。即使是呃很多的期末考笔试虽然还没开始，但是很多呃我们中心的苦主的话，他们的感受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始有一些若干班级的话的英文口试已经开始了。OK，那今天的话，也、呃、很高兴我的伙伴又回来找我了。OK，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一奇老师。嗨，大家好，又是我了。 对，江湖传说中，现在好多班级都已经开始考试了哈。<是>那一切好事你班上嘞？我已经那个大三简报，考到第二个礼拜了。对，嗯，已经心很累两个礼拜那。那你们班上一个礼拜可以考多少个人？第一个礼拜，呃，状况比较特别。第一个礼拜有些同学应该这样说，因为大家都不要第一个礼拜，所以第一个礼拜的学生有部分是被强塞进来的。嗯哼。所以那个有的人缺席率很高。 当然，普遍来讲，我昨天一个班考十七个是考得完的。All right，我觉得很欣慰。所以，请问一下，你们班上的出场顺序是怎么决定的？我叫他们自己填。OK，自己填。我让他们自己填，那就是自己跳坑啊。就是我放在 FlipClass 上面，大家手机打开自己抢。对啊，要是那一节课没有来的同学，对我们就会帮他填这样子。对，OK，填到前面还是填到后面？哎、嗯欸，这个事情其实我交给助理做。 所以，我们可爱的助理妹妹依她的心情，应该是往前塞吧。蛮好的，OK。我觉得，<對 S 1> 我觉得，我觉得助理妹妹的心情是一种很好的无偿，OK。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Okay、而且，助理妹妹长得很可爱，所以大家不会抱怨。Great，这个概念我喜欢。<laughs> 对。 像呃我的班上的话，我的就嗯、呃，如果说是我大三的英文课的话，他们出场顺序是用那个是用那个 Excel 的乱数表嘛，对不对？哦。下次的话，我也可以再录一段小小小的影片的话，让大家知道一下怎么帮学生乱数排序，而且就当<专>当了学生乱面前的乱数排序。对，这样很刺激耶。对对对对，像我上课的时候的话，我说我接下来呃我要邀请七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来回答。 课因为课本上不是都有问题吗？那媒体的第一题都会是例题嘛，對,对不对？嗯、那所以因此有八题的话，我就要邀请七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對對對所以因此我就当着他们面前，只用 Excel 的论数去抽奖。哦，对，所以一个学期下来的话，应该大家都抽得到才对啊。然后你今天如果缺席的话，你当然就抽不到啦。那那结果有些同学的话，他们就没有,有交简报档嘛，对不对？對反正我都跟他们讲说，这是最最最终版本，但是他们的最终通常都不是最终嘛對。对，都还会再改。对，呃，会有人没交。 改我已经不让他改了，就是他哦，所以你后来哦对，因为你是自己下载那个载，但是会有很但是会有很天才的人的话，会很天才的话，就直接把他他说他不知道原来是那个样子，所以他结果他结果就把他自己的原稿打在 PowerPoint 上面了。哦，是这样就变成照口念的，不不知道的很故意这样。哎、欸，嗯、我这学期我这学期也遇到好几个同学这样，这是之前我没有遇过的。还有另一种情形是你知道那 Excel 的话，其实他。 你的笔电如果设定成双荧幕播放的时候的话，嗯、你是可以，你的电脑主机上面的话是一个荧幕，但是投出去是投出去的画面的东西，吧？哦、就是说你的电脑是主控画面，所以因此它每一张 slide 的上面可以加上注解。那有些同学的话就很取巧的话，他就在他的注解上写上他的原稿，所以因此他的简报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盯着笔电，但是的话，大家投出去的画面的话是没有稿子的。 所以，我都会叫学生站到离电脑的远端。是是是是，<對>呃，所以我觉得上个礼拜我这些有这些问题的学生的话，他们也蛮自清的了，他们就直接自己就站到前前面去的，等于说他就背对着荧幕。<對>我觉得他是不是担心我会怎么样、啊？反正我觉得说，这、就是一回事的后等于说那些呃那些那个怎么讲呃那些没没有该交报告而应呃能注意应注意而未注意的那些同学的话，<對>那我就让他。 怎么讲啊？把那我我就把它延后去让他们去报告就是的。然后的话就比较你上次我我们在线上讨论的状况，就是说本来我打算说那些人干脆就不要让他报告算了不过想想说真的蛮狠的，而且人数大概有五六七八个左右的话，所以的话呃，也许那些人的话，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简报的部分的话会打对折。 但是那个怎么讲？嗯、那个你上台口说跟肢体语言、声音的部分的话，是不会被打分，是不会被打折的，因为那部分是一码归一码了。对。哎、欸、啊，原因是我不想一次否定到的话他，而是说，因为有些人可能核算嘛，他认为他自己的实力，如果你一次都把他打了七折或五折的分数，他根本就是摆名不会过了嘛，对不对？嗯、那那些人可能就选择不来了。嗯、那这不是我要的的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怎么样？还是帮同学留一条路也好。然后大一的话就蛮好笑了，OK 好、哦，大一通常我都是呃也是一样用随机取样去帮他们排序嘛。对。但是问题是因为如果只有第十七周的话，我觉得风险很高。一个礼拜我怕考不完。是没错。所以昨天我测试一下，一个小时我考了十七个学生。 一分钟是有就七个，個对，因为一定会有人会讲蛮多的哈。其实我觉得他昨天讲那么少是好现象，因为他是讲很多的关系哦，这是好现象、啊。你的班是 C 班啊？C 班可以讲这么多？是，这就是我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了，就是罐头哦，wow. oh, 因为你哦。Oh. 对对对，你做了一个一集，因为因为我做了一集的的的,的罐头自我介绍的话，因为我怕同学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意会到那个黄老师给我们的的的精华，<laughs> 他的冲的概念嘛，所以<是>同学会觉得说那种东西如何变成一篇简报，可能对同学而言还是很模糊的话，<对>所以我就还是很鸡婆制作了一集罐头，那<是>结果那一集罐头自然而然点阅率还算蛮高，两百两两两百多个人去看，有需求就有市场，对对,对有需求就有市场，就跟我期中考的时候，如果说。 我们不是要让他们在四段的英文里面选一段来念吗？对不对？對對那学生可能回去可能会有点迷惘困惑的话，那我就直接把那段录下来放在网络上，<對>然后让他们去看的时候，通常都会五六百次的点阅率。对，那表示同学会会去看那个东西，那也是好事。其实、呃、对，应该说我会说 both good and bad，但是好的成分比较多啦。最少他试了，对，试了。对，然后嗯，我至于说我们班上的话，因为我担心。 下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考不完，所以我就鼓励同学说：“那这样你可不可以一部分的同学在第十六周的时候就出外考？”对，那当然很多同学而言，这等于是对他讲是前一个前一个礼拜就要去应付这件事情，<是>他就不太一定很多人一定是非常的犹豫不决嘛哈。然后老师这时候就给他一个很有玄机答案，他说：“诶、欸，早点考的同学，我成绩会给你多给你一点。” 但是你那时候如果没有跟他把话讲死的话，他会犹豫。他等于说什么叫多给一点、啊、这种答案不是很清楚，你知道吗？<laughs> 那如果你直接跟他讲说，你就会给你多少分数的时候的话，他那时候心会有点松动，心会有点松动。<laughs> 结果我就再讲第二句话：，今天先口试完的人，你就可以先离开了。他心就更松动，应该马上就跳出来了不。不不不不，不好真结果我再讲一句话说：，呃，你今天如果口试完的人的话，下个礼拜来点个名就可以走了。 心大大松动，所以结果他们班上很多人就雪崩式的松动了。<對>这我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嗯，我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就是说，well, 呃，往好的方面去想，意味着是说，对同学而言，诱因就在眼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的诱因就是把英文学好，这种感觉实在是好，感觉上很虚无缥缈很像是冥王星上面的 Seven Eleven 几点开门，对他一样跟他是无关的嘛。<laughs> 对吗？对，没错嘛，对不对？对。可是问题是，同样情形，如果说是我跟他讲说，你如果现在这样就会走的话，就会还会学生在下快要下课的时候，哀求我说，老师不能再一个吗？不能再一个吗？的那种感觉。可以可以让我，因为我下礼拜要准备那个，对我我一定要今天可以吗？對,对对，诸如此类的。所以嗯。嗯 也许这是某些策略上的问题啦。那你也可以说小孩子蛮蛮可爱的，不过也许是他们大一是是大一学生比较能够这样被鼓励。<对>那大三学生，我有注意到有些学生他们，因为我们习组是允许他们做自我介绍的嘛。对，自我介绍的话，那换言之，那些学生一样，我有使用过我们的的。 大一的那一那,一套,、嗯、那一套其实是可以用，其实也符合我们宗旨。但是今天我想问一下易起老师，你觉得的这件事情，这个风气好或不好？还是觉得说鼓励我们以后应该多制作几份，因为我们大三有八大主题嘛，那干脆来做个八多做这样子。哎、欸，對,对对，做个八级，让学生来彻底灌头一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说大部分来讲没什么不好，因为像我其实我自己的班上啊，我也会斟酌的给他们例句。 就比如说，呃，你要做 opening 的时候，那你可以就假设我们基本如果说需要六句的话，那我会给他呃示范句，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填入他们自己的资料，这样去完成。嗯、<哼>但我必须说，因为你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照着做的，嗯、<哼>所以只能说，其实以某程度来讲，如果说当你给例句，而学生愿意去，呃。 去跟随去 follow，然后去做出他自己东西的话，那最少这是有心的学生。嗯哼。OK，这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你刚刚在讲到说，假设如果说我把一年级的 i n t r 拿到三年级用的话，那这这是不思进取的部分的。<laughs> 就是因为同样的事情我也发生了，是我们大二的课。嗯哼。然后呢，我最近请他们，我们不是有那个他最后几课都在讲 interview。Inter view, <Correct. S 2> 还有写自己的 CV 这样，没错<錯>。那我就说好，呃，我我请他们自己做了一份之后，然后我本来是要请他们互相 interview，可是我后来考虑到期末时间不太够，我说这样好了，我给他们一个范例的 example，然后回去自己组完之后念熟，下礼拜念给我听。居然有学生下课问我说：“老师，我一年级不是做过一样的事情吗？那我可不可以用一年级的来就好？”嗯哼、mm，hmm. 对。 是啊，就一样的事情，他会发，他觉得我都会了。可是同学，<是>你以前一年级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并没有讲到求职的部分嘛，对不对？你没有形容你的 specialty，对不对？你没有形容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也没有讲到你的 future plan。OK，那如果你可以，而且你一年级到现在二年级，你学那一些新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把它用过去？你现在当然可以把它很快的给它顺过去。 就交差，但是学习不是交差了事，学习应该是层层的堆叠，嗯、<哼>就是以前那个叫做 scaffold 了，forward, yeah, yeah. 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我们在学那个英国文学的时候，那个嗯哼嗯哼那个谁他说的，嗯、<哼>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那你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肩膀啊，嗯、<哼>你要累积你自己的小肩膀，站在上面，你不能永远都站在一样高度，那你永远就是这样子，当别人一直往上站。 就是在在原地。应该说，大部分人喜欢站在 Google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laughs> 站在脸书大神这个肩膀上。还有维基百科。还有维基百科的肩膀上。对对对,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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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学位都是这三个东西堆出来的。是啊，因为因为这所谓的 Google effect 嘛，哈，就是,是就是呃，就是有一个科学研究的话，等于是说，当你被告知这个讯息会被稍晚会被储存在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不记住它。 然后的话，当你被告知说这个讯息被放在某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不记住讯息的内容，而去而是去记住讯息的位置。可是事实上，现代人连讯息的位置也不会记住了，他就去打他要的关键字，然后就就他跑出来的东西，然后就直接使用了。嗯嗯、用所以所以换言之，可是当我们但是换言之，等于是说 Google 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也一直把它当合作伙伴一样去使用。那甚至大部分的知识都来自于合作伙伴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把通知报告给完成以后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份报告是谁写的？嗯、会觉得是自己写的。对，会觉得是自己写的。<对>等于说我们会把东西归功于我们自己，<对>而不是归功于 Google。你也不会跟老师讲说，我跟 Google 才完成这份报告，<对>或者是我靠 Google 才完成这份报告。你会讲说，老师，这份报告我写了好久。对。 但他其实贴了好久，他是贴了好久，<laughs> 这是事实。对。 所以没有错，嗯，所以等于是说，目前为止的话，这是期末的状况的话，我觉得我的班上的好消息是，也许这样子的引导方式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同学如果能够喜欢里面的例句，记住里面例句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大致上，我对我昨天大一学生的样子是蛮肯定的，我是蛮谢谢他们的。我觉得学生大一进来都是蛮可爱的了哈。<是><吼>对，大一学生算是诚恳的，对，算是诚恳的。这一点我是觉得说，只是说我。 我们外面很欢乐哈，只是说我们现在就变成说，我在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说是不是大三同学的部分也要去像刚刚讲的说提供一些 example，但是我不见得，因为我嗯这样讲了哈，是不是我提供的 e x a m p l e 就是老师们喜欢的，这很难说，嘿，所以我可能在思考一下这种问题啊，不会，<这>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做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就是可能一些。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给如果有需要，老师可以就是过来使用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帮大家减轻一些负担，那不是说就让你不要做自己的，是。因为每个老师他可能会针对自己的班，有他自己对所谓简报要的要求。像我就是我规定学生一定要 QA 的老师，uh huh. uh huh. 可是不是每个老师都有这种需求。嗯哼、uh。Huh. 对，那所以即便假设我的学生听了李老师的那些录音之后。 然后它还是需要加上我要的 requirement 在上面，这样也可以、啊，它才能够去达成我要的东西。Right, right, right. 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工具。OK。对。所以，嗯，所以你你你会觉得说这学期的话，你在你们班上看到什么好现象呢？好现象吗？嗯，我昨天其实我每次上完简报课的话，我都会很欣慰一点是。 See my students are speaking English. Yes. <Yeah>?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学生回馈给我，他们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天哪，我真的在讲英文。是。对，有有那种啊不，我我我我在电视上讲英文的那种感觉。是。我,我觉得这是最棒的。而且昨天啊，就是这样这两个礼拜看下来，就是学生可以针对某一件事情侃侃而谈，用英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 很棒的，就是呃，尤其到大三，算是一个我们这三年的英语教育的一个总结嘛。讲白了，他也是他只剩最后一门英文课了。诶，对，如果有过的话，也不好说，也蛮多人他会继续有大英文、大英文重修，<laughs> 对各种辅修。但但就是这是一个里程碑嘛，就是我们到这个阶段，然后我们去 review 他过去三年的结果，也许是有这么一点点成果，最少他可以站在那边，呃，就算他用背的。 但是这几句话应该就印在脑子里了。嗯哼。然后尤其我举个例子，很多学生现在就会讲 recommendation。OK re。recom recommend recommendation 不是一个太日常的字，<Right. S 2> 有一点点小程度，不是很有程度，但他会用了。嗯哼、uh。Huh. 对，那我觉得看起来是蛮开心的，但是当然有另外一点点小悲伤是，啊每个都讲的差不多啦。嗯哼。对。这所以我才说是罐头啊。 对，对就是有点像 PPT 上面的反应，或者是说 mobile 另一反应，就是一大堆的网友很可能盖了三千八百多楼，可是其实非常多楼都是一样的内容嘛，对不对？哦、对我昨天做了一件很慈善的事情然、啊、后<对>就是说，因为我们班上的话，一部分是行销流通的学生，一部分是气管系的学生，嗯、结果的话，我就在那个班上的话，就直接把他们科系的名称直接。 当到他们面前，打开南台的首页，告诉他们南台的英文名称在哪个地方，然后直接打开学术单位，嗯、然后直接打开商学院，<对>直接跳到气管系的首页，<对>然后直接让他们看气管系首页上的东西。<对>那这个动作其实是我之前就跟他们讲过了，是说你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也许有同学也许有做，也许没有做。然后更难念的是，因为那个流通系的同学的话，他们班上的课的名字的话，有个叫 logistics，就是。 物流嘛、嗯、，logistics 这个字，所以我就把他们的科系名称打在荧幕上，嗯、然后带着他们念一遍。我发现有些同学脸上看着非常的，I'm relieved，、嗯、就是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哦、所以。 所以讲到罐头，OK 哈。所以讲到罐头，okay, 罐頭我有点虽然这听起来到底有没有有点不长进，我不知道。说不定我这个周末，说不定我哪幾哪天，我就突然间想录一个罐头，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全南台各科系名称的念法的罐头念法。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影片哎、欸，就像之前有人做那个，很多人都会做，把所有名牌的念法，对、嗯嗯、对，讲一遍教一遍那样子，我觉得蛮好的。其实因为这个东西东西叫做 library 啊。 就是算是一个，如果说其实我蛮想要把我们的东西变成一个 resource channel，有些时候会有像我们现在这种拉迪赛的的对话，对，但是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会录制一些所谓的 resource channel 实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这样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其实寒假期间我会稍微重整一下了，嘿，对,對我是觉得说想起来是这样子。好,啊、好，好，所以那你觉得你你们学生的话，在口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有哪些状况会觉得会有很大的扣分？我觉得我其实最不能忍受的事情，第一件就是。 Google English，对，这是我的学员从第一天进来，我一定会强烈的，一直不断的重复，不准给我用 Google，你的英文再烂，写的再奇怪，我都可以接受。对，所以请不要 Google，因为我算是一个很能够听英文的人，就是你的口音再奇怪，你讲的再奇怪，我都听得懂，除了 Google 英文，我真的听不懂。因为我想每个老师都应该是可以呃同意的是，他不是。 真的英文，它不是一个语言，它就是字的堆叠。对我是听不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受不了，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是今年是第一年，我发现有很多学生居然真的把句子写在上面。嗯哼。因为我是一直重申，你不可以把句子弄在上面，你可以部分。是。部分我觉得是很 OK 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简报，<是>我们也会需要呃假设一个 phrase。 <是>那提醒我们我们要讲什么？那我不反对，因为有些学生他的程度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不会从我们他可能连看着念都有问题的学生，你有部分的在上面，他只要再加上一些适当的组词、连动词，它可以组成。<Alright. S 2> 我我没有我没有意见，但是你整句写在上面，真的就太夸张了。所以这是两个，我觉得我最不能够忍受的事情，对我而言啊。 对，我会直接。我后来其实不太高兴，我跟他说，我宁愿你忘词，你都不要给我写在上面。但是我还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嗯、<哼>可能就是李老师你刚刚讲的，他写上去之后，我不晓得他是心虚还是他忘了他句子在上面。他明明写在上面，他还卡词，他还不看整面。那 <laughs> 我就在想，他你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到底为了什么？对，有一两个学生这样，我觉得很有趣。 不过有些时候的话，你知道吗？就是呃，其实有些时候我在课堂上是故意一副很强硬的样子，但是我就发现好像小孩子们。 好像有很多话想说的样子，哎，对，很多话想说。不过不会改变的事情是很多，呃，就是这意思说，好像听起来我不听他解释，好像他很委屈的样子。但是啊，哈，这还是没有改变，只、就是说，我觉得坦白讲，我也不能谅解，因为因为应该这样讲吧，哈，这个学期的话，我认为大三的进阶英文表达这件事情的话，我都跟他们说，这是一门验收的课程。<對>那验收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英文能力啦，好，就是自我陈述能力跟在大家面前讲话能力啦。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呃，去检验你的专案管理能力。专案管理能力就是说，你这个人，假设说你三个月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那我从开学第一周就告诉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的。<Okay. S 2> 然后，呃，方法一，也许就像之前黄老师的方法，就是沿途盯着，沿途处，作为沿途叫他们改稿子、念给老师听、修正、修正、修正，这是一个方法。其实 <Yeah. S 2> 早点让他们上台有机会练习，这也许是个好点方法，但是相对的。 相对的，某种程度，这也已经是他人生最后一门英文课了。我会跟他说：“那你有没有办法说，假设我这学期我的社会实验就是我对他们介入比较少，但是我沿途告诉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对，换言之，我要他们自己去做。换言之，等于说学生就会有有做跟没有做两种结果。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的 philosophy 跟黄美金老师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是很 admire 他为学生做的 effort，就是说沿途盯着他们，<对>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实力给逼出来。这是这句话是我是同意的。但是相对之下的话，我比较担心说，那今天如果我这个老师不在了以后，他到底能,、啊、能够生出什么蛋出来？说句说白一点，<对>你修了这么八年的英文呢，你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包括安全班，你修过这么多的英文的，那哪天你英文老师不在的，是不是？ 就没了，就逛个大花圆月市以后回来，就全部光光光了。他还有 Google 啊？对，他还有 Google。<laughs> 对，好啊。所以我，我我就跟他说，好吧，那你现在就算你使用 Google 好了啦，后<對>或什么东西，你还是要背，<就>对不<吧>对？你你现在显现出来就是你以后的样子。<對>我我某种程度上等是说，有些时候老师像是旁边的辅助轮一样。 嗯，你到底要不要跟着他去一起去这样 run？其实这是那个，当然这是我这个学期的社会实验啊。虽然比起来，我觉得呃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比我想中，比我想中好，那有一部分同学的话，可能就是好像没有老师以及没有罐头的陪伴，大概就是只能在原地。 就就那个，他只是说，比起来的话算少，<對>但是没有改变是，很多同学真的是非常缺乏上台经验。等于说，他们可能连其他课的上台经验都非常少，哦、對所以一上台的话，机會,会非常抖。然后重点是非常抖的一种特质，就是音音量就会变得非常的低。哦，对，低到我觉得是 annoying 的地步。对，不可思议啊！我常讲，嗯，我昨天也是，我还开了一支新的麦克风，因、就、为、是、之前麦克风也接触不了，嗯、<哼>然后开一支新的麦克风，我都会先讲。 讲话，然后我还觉得，<是>诶，我这个音量有点太大声。嗯哼，对我就把它转小一点。就后来发现每个学员上去声音都很小。我说你们平常嘻嘻哈哈都很大声，讲英文每个都文质彬彬、秀气的要命，这样子。<是>对，不知道为什么诶、欸。所以你你觉得在学生的话最常出现的一些错误用语的话，包括什么呢？错误用语就是对，如同呃，你这边提示的是 I'm come from。 对，I，而且他不会 I am 哦，他是 I can run，都没有嗯音,音。对，<No. S 1> 然后还 I very like，根本就是我怀疑，就是一定有某一个版本的小学英文课本曾经教过这样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这样讲。这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谜诶，我觉得。 不是从小我们就知道 thank you very much 的，但结果结果为什么同学好像不会呃类推？结果说 I like something very much 或什么东西？不会啊，他们他们知道，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很好笑。我说咖喱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嗯、<哼>我说那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勇士队那个最后投三分球是谁？每个管 Stephen Curry 啊。我问阿丽勇样 Stephen Curry？你不知道 Curry 是咖喱？他们说啊，一样吗？ 我说，不然他为什么叫咖喱小子？他们、嗯、哦，嗯、原来，all right w a i n s,、嗯、<S yeah, everything。所以换言之，两件事情被没有被连连接在一起。他们不会连接，對,对，已经是这么明显的提示了。他从来不会去 link 起来说，哎、欸，为什么他叫咖喱小子？他们只知道 Stephen Curry 是咖喱小子，因此 Curry 是咖喱，中间这条线是不会通的。 对我越越怀疑，我们两个现在对话内容的话，跟我们很多计划做的结案报告是相冲突的。<laughs> <laughs> 如果你如果你要较真，你什么计划都写不出来。到时候等下写的计划，呃，计划结案报告上面写的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非常多的长足的进步，什么东西讲了非常多的好话，结果后来发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掉了很多东西。就万一被有人听到，我想我们的那个。 对，很多经费都下不来了。你好，开玩笑了。哈，<laughs> 不过我觉得，其实大致上，我觉得今年的学生的一些表现，还是很多习主学生到了口说这一段。其实我认为，听说读写，其实我认为口说已经是他们比较能够秀出亮点的地方了。某种程度上，哦、就是其实应该是说，你只要真的投入，然后他真的愿意做的同学，或多或少会出后面都会有结果，会挤出一些还不错的东西。<對>我个人觉得是正向的。这个倒是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有。 我想李老师应该有你班上有一些学生，呃，简报课的学生，他到后来就消失了。嗯哼。他连来了都不来了。对。然后这些学生像，像像我的话，有一些学生我是一年级带上来的。对。<Right. S 2> 所以我知道他不是混的学生，嗯、<哼>但我知道他是因为程度低到无法想象的学生。所以他觉得没什么好尝试啊。他可能到一半他就觉得你讲的事情，我用想象的就想象不出来，我有可能做，他就不来了。 但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我自己这边就有一些例子是，是、嗯、<哼>有一些学生他一年级刚进来的时候，是真的很不 OK，就是对他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只会 A 到 Z 都可讲不起的学生。是那我通常我都会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因为你再怎么放弃，你还是要修完才能走。是啊，对。可是有的学生真的虽然不多，但有些学生他愿意咬着牙，他跟着你。 给他的东西做到后来，他是可以的。也许他的完成度没有其他同学那么高，但他是真的可以走完整趟这个简报的历程。所以他不是灰姑娘的传奇，它是会发生的。是，但你必须配合。是，其实我我这个礼拜其实哪怕是大三的、啊、哈，我觉得也还蛮欣慰，因为我发现其实有几位同学的话就跟我讲说，他们会跟我说。 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正向的事情。也许一部分同学可能就直接就不来的，<對>有些同学的话就直接就就就那个，有些同学愿意去试试看，甚至有些同学，我刚刚说我们班上的人数不多了，那如果说是考完的话，如果说大家时间还有剩下很多的时候的话，那剩下有些同学看你想不想。 试试就是试试看，要不要重新讲就是的，因为我们每个班级人数不一样多嘛，有些班级人数可能五十八、五九个是六十个，个<对>那些班级应该不太有可能重新来的可能性的，因为时间用完了嘛，对不对？对那有些班级可能只有不到五十个学生的话，<对>我可能会，那也因为这样，我这学期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来不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有些学生卡到个极极极度的时候，我直接把他请下台，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嗯、我知道这样做很残忍。 我知道这样做很残忍，<嘿>但是这学期我直接把他请下台。<嘿>我跟他说，我说反正我们班人数不多，而且现在看的进度算蛮蛮快的，因为一一一个两节课起来考了二十二十几个人哦。那哦真的、哦？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有些人讲的很顺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跟他说，哎、欸，那没关系啊，那搞不好下礼拜我们班的人考差不多的，那第十八周的时候时间应该蛮多，你们也许还有机会，如果你还有意愿的话。所以有些人就直接被我 K 下台了。虽然我觉得这样对他自尊心是很伤，没错。 那可是他如果下来，然后还有第二次的机会，你会给他扣点分数吗？嗯，其实我认为还是必须建立在他的表现上。如果这个学生是 second chance，就可以改进自己，调整很好的。我回想我自己的童年，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其实我每件我很多事情，我第一次做都是做的很糟糕的。嗯、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说，第一次就想成功的人真的是傻瓜。这句话的话，可能适用于我身上，因为有些人天分很好，他。 也许很多事情第一次就可以成功。对那对我而言的话，我小一小二的时候成绩乱七八糟的，那高一高二的时候成绩乱七八糟的，国一国二成绩乱七八糟的，连大一大二成绩乱七八糟了的,的时候的话，嗯、那所以我发现说我已经很习惯，我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 我一开始的 first try 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可以接受这种感觉。嗯、今天有些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情感上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但是就制度面上，我得先把大家的东西都给 run 完，我才有可能有余裕让你去做些什么事情。对对对对，我大概顶多给他们这样事情。至于说同学还想不想尝试第二次，这个就那个了。但是但是我不喜欢的那种是属于我根本就还没讲什么，他自己就说，嗯，不要。 不会，就直接站起来走了。嗯、像我以前是上大一的口试，我还会用 camera 拍他们，你知道吗？<對>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人就在摄影机前面站起来就走了呢。<唉>嗯，有的连上台都不上台啊，他就说他不要讲。對對,对对对对。对，哦，我的同学是还没有不要讲的这种过程，欸、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会很多人就是会直接就是就是来这里，然后就直接说不会，那就甩头就走。只、就是说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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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还会跟老师讲说，哦，老师很不好意思，怎样怎样这樣,样的问题。对，那。 关于说同学的呃结构面上的话，你觉得的话，嗯，会不会有很多同学的话，结果整段演讲就是很努力的，就是只有一段东西，然后他看起来不是很有段落分明的状况？这个通常不会在口试出现，因为我在之前写稿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种人都挑出来了。嗯哼，那的确是有，因为有的人他就会想很简单，他想的不是结构，他想的是一分半。 OK，对很多学生他，他他看到你的 requirement 的时候，他的他只注意到的亮点是一分半，甚至是几个句子。对，像我们一年级的话，就是六六个句子，分钟嘛，算句子。对、嗯、他只是要六句，<Okay. S 1> 对，然后所以他他就会觉得他就是把一件事情，好，你说 introduction，他有两句叫 introduction，对不对？然后他有诶、欸，就是你所谓的他要介绍这个东西几句完，然后 conclusion 说 that's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他就结束了。 他没有所谓的 transition sentences，什么都没有。对，有很多人这样子。然后绝大部分同学是因为觉得他自己背不起来，所以他不要写很长。对，可是我觉得我就是通常会在稿子那边，我就把这些人给截掉了。OK，所以某种程度上你比较有超前部署的概念我就是会，我比较类似像黄美金老师那样。OK，因为我有跟他聊过。 <laughs> 其,其实，其实我个人觉得我需要做点调整了。对，我觉得我个人需要做点调整，因为要考虑一下学生的状况啊。对，或许是，也许是我离家很久了，所以我已经习惯这种自己搞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那你觉得同学的那个简报设计啊、图片啊、字体大小、颜色对比上，有没有些什么事情是觉得在简报当天会有困扰的？哦，对，通常是呃字体有时候太小，我觉得会字体太小的人比较多了。对。 甚至有些人用甚至还有人在荧幕上有中文的，啊、就是自己写的中文吗？嗯，有些东西是内容的中文，有些东西是自己写的中文。哦，对哦，昨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学生介绍三 D 练印机，他给我念“三 D printer”，<laughs> <laughs> <Okay. S 2> 因为因为我我跟你讲，学生有些啦哈 <Alright. S 2>，我们没有在取笑你的意思，但是沒,、啊、没有，沒有,有的学生觉得三不是阿拉伯数字吗？嗯哼、uh，它、huh. 不是中文。OK。 但它也不是英文。谢谢。对，All right，是三 D。<Sandy. S 2> 我觉得这是对，会有一些这种问题。然后，其实坦白讲啊，哈，我在教他们做简报的途中，我已经通常会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包含底色不要太深，因为你可能到时候整个亮度不够，Correct，你看不到。字体不要太小，<是>我甚至会告诉他们最少二十八以上的字。All right，对，因为我们课本上其实都有，是，但是这就是。 端看各位大德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对听老师在讲事情，对，以至于后来结果是怎么样？是。那我们班上有另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同学的话，因为他会想要放影片嘛，对不对？然后。 我有跟他们讲说，说你放影片的时候的话，呃，有些时候的话，你不要，这是一段五分钟影片，你想扩的只有其中一部分，结果你就把整个影片从头放到尾。对,對所以照理说，你应该一开始就要准备好那个档案的，嗯、一开始就跳转好。结果很多同学的话，本身的话，结果是按下他 PowerPoint 上面的一个播放键以后，然后再开始跳出来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對>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广告视窗。对。然后搞不好一点下去的话，一开始是先广告画面，广告完以后的话，接下来才然后开始在那拉拉拉拉拉。 请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的话，你觉得这样的同学应不应该被扣流畅度的分数？这、啊、算不算流畅度？当然啦、啊，当然，因为你流程没有掌握好。通常我的学生，坦白讲，我觉得这样讲起来，我根本就是一个暴君哈、哦。因为我其实都会跟学生讲一句话，就是你当然可以用影片，但第一个你不能太长，长第二个是，嗯、我建议你不要，因为会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嗯、我们自己在参加很多演讲的时候。 很多讲者就会出现你刚刚讲，<是>甚至他是播不出来的，是因为现场可能网络的问题什么的，<是>对。风险 <險 S 1> <說>太高，對,对对，我说风险太高，因为很多技术性的东西你没办法掌握，那万一你以为有，后来没有，然后你就忘了，然后导致你忘词，嗯哼，然后他们听到忘词就很害怕。对，<Okay> 不过这不是纯粹恐吓、啊，我想很多人你以后自己在做简报，你真的必须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除非你准备很充分。对你，你是不是都把它给剪好、<All> right, 卡好了？<all> right, 对，对，right, right. 嗯。好，那我们今天讲了三十呃半小时多哈、哦。那然后呢？呃，对于还没上场，也说真的、哦，王老师建议的十分钟这件事情的话，对我们讲这是很大的挑战。不过以后我一定可以上出十分钟的内容，我发誓。I swear。你可以有精华版。呃 <Yeah>,，OK。对。 那对于说接下来，因为我们班上同学可能只考第一、第二周嘛，吼<對>，剩下还有还没上场的人而言的话，你觉得你要给那些还没上场的人什么样的建议呢？嗯，呃，像我我自己的班，其实我我都会请他们上课做同台互评。All right，对，我会在那个 FlipClass 上面做一个问卷，然后针对每一个同学的各个项目，请他们去做。他们必须，反正因为他们在下面听也是听。 呃，听完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回馈，其实蛮多同学是认真的在检视别人的简报的表现。Mm hmm. 对，mm hmm. 那我有跟他们说，我说，当你在看别人简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反思你自己。你说他的字太小，那你你会不会回去看一下你的简报字体的大小 <All right. S 2> 然后你说他有用那个讲到重点的时候有用那个红点点去指着那个东西，那你会不会做？Mm hmm. 你说他很棒，他会看着观众讲。 你会不会？对我觉得这是你重新去思考一下。当你跟他看别人的好或坏的时候，你应该要去反思自己。那如果你已经做完了，嗯哼，那怎么办？是。那下次啊。是。对，这这不是这不是你人生简报的终结点，它是一个开始。是对。那以后你去上班。 我我觉得你知道吗？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人以后绝对会有做简报的机会。<Right. S 2>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有些不同行业，只是形态不一样，不一定是对着投影片，<對>不一定是用 PowerPoint，<對>但是就是一定会有某一种跟客人讲话的方式。一定会有啊，就是你介绍一个东西，嗯、<哼>你就算在菜市场卖菜，是卖米盘，你都要啊。是，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你应该要去，呃，这样说好了，我们在课堂上让你做过一遍，在学校。 我觉得我一直有时候想，在学校学习这件事情，是让你在无害的环境下，对人生以后很多事情做一个经验的累积。是，那你有了一次经验，你下次再做的时候，你就不会没有头绪，你就不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或许是呃，我引述二零一四年某政治人物当时所提出来的一一句话，这句话他还是引述别人的话了哈。说一句话就是说。 我跟蜀秀同学讲过这句话。我跟他说，如果你在这门课里面有学到某些东西，跟至在期末考有学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你这次的期末考结束，基本上是是 end of a beginning。Oh. end of a beginning，就是说，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学习结尾，可是事实上，你是因为在大学时代知道自己的学习模式，接下来这起原来这只是你学习的开头而已。<對>但是，如果说是 你脑袋想着是我要把这个学分给凑完，毕业的话，<对>那其实从大一开始就已经是 beginning of an end 了，而且还可能是一个 decay，因为你在消耗你以前曾经学过的所有英文，是对，是，是对，<是>對所以。 其实对于还没来的人的话，我还是鼓励他们多练习。我有跟同学讲过，是他说，其实你大的可以去随便去大东夜市、花莲夜市任何一个女人常用的地方去买一支最便宜的手机脚架，然后把它架在家里面，然后记得要用站姿，不可以用坐姿，因为坐姿你觉得很安全，你站姿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很奇怪不舒服的情况下，<对>然后你跟手机有段距离的时候去练习一下你的 presentation。是但是当然说，有多少同学会？ 听进去我是不清楚了哈，但是我是觉得说，我是建议同学，其实所有东西到头来其实都是多练习可以去弥补的事情嘛。应该、okay, 你这样讲，倒提醒了我。其实我在简报开始前，我有跟同学讲，你一定第一个你要背熟，嗯、<哼>因为你没有熟，你就心虚，嗯、<哼>心虚就紧张，紧张就忘词。嗯、<哼>对。所以如果你都背很熟了，嗯、<哼>很熟很熟了，那你就会比较不紧张，因为你胸有成竹嘛。那可能还有一点，你这样讲。 这一次倒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背太熟，嗯哼，所以就讲很快，OK，快到好像有有有狗在追。我知道，我知道，<laughs> <对>因为因为有些同学怕自己会忘词，所以他要赶快结束这个话题。对，因为他有紧张，就跟下雨天骑车变快的人一样，<对>因为他想赶快回到家嘛。对。 对，但是不,是不,過,不过这样做我倒是有有有，倒是有一个点子啊，我是有点觉得以后的大三课我可以这样做，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让同学自己在家里面录影？对，那录完以后的话，就把影片给。 那个交上来嘛，对,对不对？哈，然后的话，这学期的话，我们我做的事情的话是，是因为 c i t i b u s 是你你你的，所以因此我的要求，他们第十四周的时候交声音档，对，对对？哈<对>，强迫他们一定要先在家里面先念过一次，确保他们稿子会念。嗯、也许下学期的时候，我可以再多一份作业，就是教他们在正式简报前要交一份在家里录音的那个，因为我要确保他有练习。其实应该是录音档会好一点。呃，对，因为他的样子有差，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你有看。 其实照稿念跟对着镜头录影秀一次，其实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而且目的是你你<对>你那个有东西要录你，你会紧张。是，所以我认为说让同学去了解一下这种东西，我认为也许这是个好方法。是啊。 好吧，那今天也讲了非常多的话题都 o k 哈，我实在是非常谢谢我的好伙伴一齐老师，<laughs> 不會不會那其实寒假期间的话，我们真的会花时间去录制一些对同学以后有用的一些对实用的一些用实用的一些学习样本单元、嗯、好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聊了，OK，拜拜。拜拜。